好啊，你听日同我去 KL， 我就去问达都。咩达都？你阿爸？啊，你爸爸在啊？你阿爸sudah masuk ke sarangan。无端白事唔好一个人入巴啦嘛，有冇自己嘅巴？仲要睇咩情况啊？当时政府叫我们来这边开地种植，然后现在又把我们赶走，叫我们什么非法农民？你啊，以前我帮你阿公就系用呢份证明开巴噶，咩法律嚟噶？靠咗咁多年嘅水，依家讲你唔合法。今日我哋见过议员，那个合约如果可以倾嘅话咧，如果签咗落去，呢块地系属于边个噶？我哋嘅，政府嘅，或者财团嘅？